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过，在旅行者生日那天会触发角色们的特殊语音，而且多半会满足别的一些奇怪愿望，就比如诺艾尔，今天我就是你的专属女仆，全都交给我吧。没有啊。而小艾米的生日语音也同样令人遐想，她说生日快乐，如果你想要她好字多嘴。但要说最有意思的还得是这三个人，第一个芭芭拉，封神的忠实信徒，请收下，这个是给你的生日礼物，专属签名会哟。嘿嘿，给拿到哟。第二个二少爷行秋，恭祝你俯首于天气，庆贺你生辰快乐。就是这字儿丑就算了，怎么唱歌还跑调呢？最后就是咱抖子哥了，社牛本质彰显无疑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